基隆市推动校园装设太阳光电系统，开放全市54所国中小共56校区的校舍屋顶装设太阳能光电板，建置太阳光电板面积比例突破100%，是全国第一。安乐区建德国小的屋顶全运用，突破气候限制，同时也投入环保绿能，为地球尽心力。这次呢，在学校的屋顶装设了太阳能光电板，不仅呢可以降低在顶楼教室的这个室温，而且呢也可以提升我们绿电的发展。根据教育处统计，基隆市国中小受购绿电能可回收的回馈金比例为21%，是全国之冠。预估全市各国中小学年度回馈金总计至少1300万元，排碳效益高达6700公吨，相当于创造了1810公顷的森林，为地球尽一份心力。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。